大家好，我是新红。今天晚上做一个香酥排骨，就说这块剁的细不细吧。先把饭焖上，再来个青菜。今天我们家吃饭的多两个人，一会儿萌萌中小妹过来，主要是今天菜硬，让我小妹他们过来吃。这爷俩回来了，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。我晚上出去吃啊。你啥时候跟我说的呀？中午的时候你忘了？没有印象。行，那你出去吧。我今天反正做的菜挺好。来点葱花、蒜末、生抽、蚝油、盐、胡椒粉，打一颗鸡蛋，再来点淀粉，搅拌一下。今天这俩男士是不是约好了都出去吃饭？我姐夫也出去啊。他中午说跟我说了，我咋没印象呢？那这么好的菜就咱四个。我感觉这个糊有点没太裹好啊，第一次做。没事，光吃肉行，要啥糊？我这个是跟一个美食博主学的，那我这淀粉裹了个寂寞呀，一点都没看着啊。就完全看不上别人锅东西了。我盛出了一块试吃一下，味儿确实是不错。然后这外面呢，它也裹上了一层，挺薄的。只不过看不出来是吧？嗯，好吃。哎呦，这喝酒干啥的？那你别盛去了。我都约完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这失约呀。出去吃的比这更好喝。哎，不能。我第一次做，下回做就好吃了。你能吃我下顿的吧？哦，确实好吃。这炸完看出来底儿确实裹上了，嗯，好吃。就这样就完事儿了？啊，那你还想干啥呀？啊，喝两瓶酒啊，还要？不是，我还得炒菜呢。这道菜太好吃了，炒点青菜呀。二位洗洗手，开饭了。OK。洗手。洗完了。啥意思？你不走啊？哎，走了，我放。拜拜。姐夫该走就走吧。别瞅了。哎呀，瞅啥呀？下回我再给你做。吃了两块我就。吃了两块你就，两块我都不想让你吃。来一个吧。我不来。好渴呀，这个。好香啊。这个唯一一点不好是什么呢？我腌的时间太短了，正常就搁里头腌三个小时更入味儿，老好吃了，好不好吃？还行，还行。俺们家人要求都高，一般做菜都叫还行。好吃不，姑娘？嗯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对。姑娘来，来点青菜，这会儿吃肉。再来块青菜。嗯。你看这顶上裹上什么香菜呀？香酥排骨。你也说纸。我都顾不着姑娘，这正菜。跟你们。你俩差好多。他那凳子。